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一，今天给这个号打一下那个周胜。周胜其实还行，还好打，就是那个他那个忍者不是很多呀。那就这个阵容吧，预判预选的这个阵容就用这个阵容来打。那 K 局肯定放大宝贝啊，想走一个、两个，普攻接上，替身，哇丢。再接来一个两个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洞穴给上，没必要吧大哥，一个平行压走位，你这三角鱼，哦呼，通灵给上，害怕一下两下滑起来，门神不敢接了，走了。呜呼！哎哎，熊猫都交了，动上吧你给我，花走，赶紧赶紧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。啊！偏走位呢哈，普攻接不上，没事，反弹。我去你的，我直接普攻你！哎呀！白面具着实是让人头疼，他如果还是应该是开局一口火，我们先往回躲一下，等一下，然后回旋踢直接踢上去，他会直接替身，没事，赶紧接，我给你一脚，给你个大嘴巴子，给你个大嘴巴子，一条蛇带的是真空波，拼啥我都拼不过啊。哎，往上走，咻，直接顶，敢通灵蛤蟆龙救我，去你的，扫堂腿扫起来，一二三，哇，掉了掉了掉了，大哥赶紧顶一下，真空波，漂亮，扫堂腿，再接一脚，大哥再见，赶紧赶紧，通灵通灵，还有一个通灵的，那他没了，哈哈，竟然拿下了，好了兄弟们再见。